你干什么？啊？你吃的什么土豆？我看一下，妈妈看一下你吃的什么。啊，谢谢你。要去问一下奶奶，奶奶给你，奶奶给你，嗯，去哪里高兴？高兴。那你吃，高兴。嗯，哎呀。什么牛奶？呀！你喝，你喝，我不喝，你喝，你喝，对。哎，去去找妈妈去，快！天黑了，那干活去了，拉点劈柴去。好。来，钥匙，钥匙，走，走了，好了，拜拜。忙干你了，爸爸干回去了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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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家里面吧。走开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来，把你儿抱走，怎么？你去吧。啊？啊，老师，过去走，来，去找你妈去，找你妈去，找你妈去。你看，你看，爸爸干回去，高兴，爸爸干回去哦，你不能走，看看看，叫回去，小弟，你把他叫回去。不能去，哎呀，他拉皮柴嘛，他刚刚去干啥？太开心了，太开。哎呀，高兴呀！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大伯辛苦，一天到晚洗的了，不是洗头就洗身。慢点，高兴，你看你家两个小脚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能管住他？你看，你看鞋子掉了，鞋子掉了。他怕不带他了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帮帮他，帮帮他。他是真想走了，啊，快走啊，走啊，走，快走啊，走，快快快。那手机，那就抱着呢，带上。看，把高兴。高兴都不想在家里面待着，也想出去。给他穿个袜子，那个鞋大了是吧？没关系，他不喜欢袜子，袜子穿的还是。这个桃还没熟。没有。嗯。会桃了，你爸。啊？桃。这个桃还不少了。啊，拉劈柴。这太阳落山，快落山呀、啊，也不热了。嗯。嘿。哎呀！哎。这点木头是。你去。让蚂蚁榨干了，烧鸡，这能烧？以前不知道呀，以前他们没有把牛放牛啊。这放了两三年了，是吧？在哪里嘛？快点看。嗯，放的都糟了啊，扔下去吧。他说拜拜，高兴拜拜，拜拜拜拜了，就放在这儿，把这个放在这儿，完了回的时候拿。哦，对，哎，看了，哎，到处。来，高兴下来，下来，爸爸回去多看看了，下来。先放这里，然后。干了一车，一会儿再拿一车过来，拿个两三车。
车。看，烧大半年了吧？嗯，能烧大半年吗？对，哪能大半年了？几个月就烧完了，两三个月就烧完了。哎呀，这个车真派上用场了呀！放在往前面架一下，看看这皮卡车真是派上大用场。喝的，他们喝的补能量的那是。补能量。掉不掉了？没事。回来。下次看看是不是还得拉一车呢？看这三头山，好嘛，终于拉出来喂开了。之前就在家里面缺的，现在拉出来了。小伙又天黑了，晃出来了。这是个好受苦的。爷爷负责把那三头牛赶回去了，我们再过来就再有车了，搞完就下班了。小心手的，哎，把船给弄来了。那个皮卡车顶多大用？最后一车搞完了，这车是重的。这一个一吨多重，实的这几根棒，车上压的斜的，看。看高兴咋看了？嗯。要紧。看了呀，你看，你看咋看？哎呀，你开心了！哎呀，少姐，我一回来这个鸡鸭就头疼的不行了，高兴。嗯。狗狗是开心了，看。开心。狗狗开心了。老弟们，求个礼。